北京的周边去得多了，很少再有新鲜感。但是今天不同，有个地方很少有人去过。它隐身山中，远离都市的浮躁，更没有华丽的光环。然而，听说那里沉睡着70年乃至更长的历史。一旦唤醒，就会鲜活地呈现眼前，有声有色。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经过批准，我们有幸来到这里。嗯，过来了，你好，你好，你好，来，我看你的意思是找不到洞口，是不是？现在找半天了。这儿呢，来，跟我走。我这门很重的，你看没有啊？这个门是什么材质的呀？水泥的门，非常重。来，这里边有4万多本，全部的国家级的影片资料，而且呢，这是一部活的近代史，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了。对，在这间装满历史的库房里，70岁的刘福旺守护这些老胶片已经有10年光景。这个看似寂寞的工作，刘福旺却享受其中。4000多部纪录电影，时间跨度超过100年。这些都是他朝夕相处的老朋友。刘老师，这个写着1949的，就是70年前拍摄的吗？这是新中国的诞生。哎呀，这里边集中了所有的49年这个新中国诞生里面的资料。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你看一看。刘老师，那我办个手续，我的同事正在放映厅等着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个我曾经在电影院里经常看到的名字。它的前身是延安电影团，迄今已经有80多年历史。这座仍然在使用的标准放映厅，红色的座椅，红色的舞台，一种红色的传承。父辈们的回忆，兄长们讲的故事，还有你自己的梦，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脚步。如果用影像开启一次重逢，我们与他们的相遇将从哪里开始呢？马上，我的同事已经把片子跑来了。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这段影像拍摄于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城，天未大亮，人们就敲锣打鼓，从4面8方前往同一个地方，天安门。这一天的天安门将载入史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比现在小，但也挤满了30万见证历史的各界民众。直到下午3点，活动才正式开始。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这段画面，今天的人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但在当时，即使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们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也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震撼的场面，仿佛一夜之间，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就变成了车轮加大炮的钢铁洪流，他们是胜利者的骄傲。忽然，有人似乎听到了什么，抬起了头，毛泽东也抬头了，飞机。是飞机，是我们自己的飞机。1年多以前，他们还在河北阜城的城南庄躲避敌机轰炸，现在天安门上下人们在招手欢呼。人民的空军光荣地飞翔在首都上空。此时此刻，驾驶着 C-46型运输机的飞行员邹耀坤却不得不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必须让飞机保持平稳。
新中国拍摄的第一个航拍画面，就是在他驾驶的编号为8003的运输机上拍摄的。返航后，摄影记者为他拍下了一张值得炫耀一生的留影。吹口琴是邹耀坤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已经95岁高龄的邹老，每年一到国庆节，就忍不住向亲友们重复着当年驾机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9架 P51 歼击机，2架文式战斗轰炸机，3架446中国飞的小飞机，一共17架飞机。开个大典，编队编得不好，下面看就难看了，所以把飞机摆好，量好尺寸，在风挡上画上两条杆。我在空中练了3次，留着门挡机，左僚机是我，右僚机谢培芬，起飞地点南苑机场。17架飞机整整齐齐，就同你说，17架飞机开个大点还是小了一点。我说没办法，那是有办法。歼击机它在天安门后面绕一个圈，又截上我们了。还是利用时间长。所以这9架飞机又增加了6个。也就是说，人们在空中看到的26架飞机，其实是9架速度快的歼击机飞了2次。现场不知内情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国居然有如此强大的空军！”刚刚20岁的关明国，此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完成着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个就是我，当时呢，我只有20岁，我是摄影助理。看到下边的群众那么欢呼，你也想欢呼，可是不行，是吧？因为你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拍摄好。徐小兵呢，就拍一些这各个首长的这个镜头了。他在拍毛主席一个正面镜头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天安门上的栏杆啊，外面就是一个边沿，啊，他就跨过去这个栏杆，我就来里头拽着他的裤腰带，拉着他来那拍毛主席的正面的镜头。眼前这些早已被淘汰的摄影机，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却是极其稀缺的。为了更好地记录开国大典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央特地请来一支苏联电影队，用当时罕见的彩色胶片进行拍摄。从这两个穿帮镜头中，我们看到分布在领导人东西两侧机位的2支摄影队都把对方拍到了画面里。说老实话，我们中国的摄影同志没有摸过彩色片，也不知道彩色片怎么，所以后来呢把这个称为五彩队。为什么呢？就是它是5种色彩。在我的印象当中，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都是黑白的，但是苏联人当时不是用彩色胶片拍的吗？那些胶片都去哪儿了？苏联帮咱们拍开国大典的时候呢，当时拍的片子呢，它那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那属于易燃片。你看咱们这一溜全都是易燃片。易燃片呢，因为它是燃点非常非常的低，有一点热量自己就能自燃了，所以呢，当时呢，因为放在一个酒店里，保存条件不好，一下烧着了，剩的那个资料很少。哎呀，太可惜了。这样的话呢，只有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咱们有一部分资料是在那里的。西安，中国最著名的古都之一，在它的郊区有一座依山而建的神秘处所，许多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几经周折，在这座沉睡着国家级宝藏的底片库里，我们查到了彩色电影《
解放了的中国的胶片拷贝。然而时隔多年，胶片严重老化。2019年，国家纪录片守护者计划启动，一支由80后、90后组成的年轻团队，正在为解放了的中国进行数字化修复。数字修复呢，第一步就是要把用自动的计算的方法，把这个胶片上的一些基础的脏点和划痕啊，通过自动的方式处理掉。接下来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我们的修复师人工的一帧一帧的去修复了。每一部电影平均是90分钟，那整个要修复的就是大概是在12万帧到13万帧的这么一工作量，平均每个人呢每天要修复大概2000到3000帧的画面。解放了中国呢，它已经横跨了大概70年的时间，它的胶片褪色已经十分的严重了，画面上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单色的状态。我们的调色师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这种通过加色法，还有增加它的这个对比度，然后一点一点一帧一帧的像修复一样的去调色，最终我们也是还原了一部分当时的色彩。这个就是修复前，这个是我们完成以后的。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修复，苏联摄影队1949年记录下的开国大典以更真实的色彩、更原本的质感呈现出来。在这部90分钟的彩色电影中，共有3分10秒开国大典的珍贵影像。鲜艳的红旗在人潮中随风飘扬，整齐的方阵气势恢宏，人们洋溢着当家作主的喜悦。苏联导演格拉西莫夫为全世界呈现出一个普天之下换了人间的新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是人民歌手聂耳。你好，郭老师。哎，你好。正忙着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影的放映机的内部结构，我觉得特别复杂。还行吧。这个如果装不好会怎么办啊？这个胶片。要装不好的话，就容易给人挑片子。嗯，给人挑片子以后，那个画面就容易抖。郭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什么片子啊？今天给你们准备就是老片子。老片子。哎，啊，现在可以放了啊。嗯。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地区展开。画面中分到土地、房屋、农具、牲畜的农民正在体验命运巨变的强烈情感。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民盼望着自己能有一块土地，今天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这个愿望。这次土地改革是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制度、压迫剥削农民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给它改变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做了土地的主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时老百姓是说，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又获得了大丰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再辛苦也会从收获中得到回报。而农民们最发自内心的是回报国家，有国才有家，才有土地和粮食。于是他们纷纷自愿参军，肩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乡亲们给未来的战士带花，在保卫田地、保卫家乡的口号下，掀起了参军热潮。令人百感交集的是，20多年后，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再次面临一场根本的变革。1978年，在安徽滁县地委工作的崔传义，第一次来到滁县地区下辖的凤阳县，那时的他并没有想到，
一场划时代的农村变革即将在凤阳悄然发生。第一次到凤阳签贷款，10000元以上的只有4个生产队，其中小光就是一个，是最穷的一个生产队。很多家里连门都没有，都是茅草房，就是有的茅草房还着露着天，国家还给了很多的供应量，仍然没有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一年后的1979年，当中央电视台36岁的年轻记者刘孝礼带着摄制组来到凤阳，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一次偶遇的赶集，刘孝礼被老百姓实现温饱后的满足深深感染，自作主张拍下了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改革开放的纪录片《说凤阳》。我们去的初衷是了解一下这个大包干对军属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到那以后我们就自己改变了，就报了个任务，因为说看到的他和这个报章说的不一样的，你知道吧，老百姓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商量了一下，也没请示也没汇报，就决定拍说凤阳。这是凤阳县一个区的粮站。影片记录了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后农民生活的转变。这一年间，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辛勤耕种，不再由生产队计工分，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外，其余归农户自己所有。小岗村的大锅饭被打破了，一举结束了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而今天领的是余粮款，就是记录下那个时候人们的表情，把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表情记录下来，所以也没有任何顾虑。因为农民啊，那时候确实很穷，他有一点改变，他就很容易满足，不组织，不摆布，完全就是抓拍抢拍。好多镜头，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头赶集，快过春节了嘛，买年货，手上提着的这个一条两条鱼，很自豪的在那个街上走。我们怎么拍的呢？摄影机放在大衣里边，老百姓看不出来的。如果他看出来以后，会围上很多人，这样的气氛就破坏掉了。大部分镜头都是这样来的。实行大包干的农业生产责任制，2年时间，由原来的桃花。大包干的效果立竿见影，曾经深度贫困的小岗村一夜之间逆袭成为中国农村改革明星村。凤阳农民形容自己的新生活是：吃不愁，穿不愁，腰里别着10块头，又娶媳妇，又盖楼。连城里人都罕见的缝纫机、电视机也出现在了一些靠劳动致富的农民家中。当这部影片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请电视观众通过我们的镜头参观一下凤阳的农村集市。从这里，当时的刘孝礼一定想不到，这次拍摄或许会影响他一生。1991年，他编导的《望长城》轰动全国，他本人也逐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纪录片《说凤阳》所承载的巨大历史文献价值，在几十年后显得更加珍贵。它无可替代地见证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巨变的关键一步。几十年以前，中国的城市街道上也出现了汽车，美国的，又是美国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中国的大街上跑的汽车，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样，全是国外品牌的车。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特别渴望拥有一辆中国人自己生产、自己制造的汽车。但是在工业基础薄弱的那些年，别说生产汽车了，可能有的时候连一颗螺丝钉
我们都还需要进口。在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经出访了苏联，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看到一辆辆的车从汽车的装配线上驶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随从人员说，我们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大工厂。1951年，在苏联学习生活了13年的陈祖涛回到中国，准备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没想到国家又把他派回了苏联。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作为中方代表参与到苏联援建新中国的汽车项目中。我当时中国的移民之后，在小专家，因为汽车很复杂，差不多20000个零件，一个一个零件都不能缺。当时啊，咱们中国的汽车工业是零啊，是零，年产零啊。1953年夏天，在长春西南6公里的孟家屯，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在那个艰苦却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许多年轻人从四面八方闻风而至，支援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因为我爷爷就开车，我父亲也开车，所以说对当年长春要建造一汽特别的高兴，就是自己能要造汽车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开的车可多了，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我最后到我们中国生产汽车，开上中国自己制造的汽车，那个种心情难以表达。爸，哎，这回我拉你又重走解放路，再看一下你报捷的路线。仅仅过了3年，这部拍摄于1956年7月的纪录片，就见证了长春一汽首批12辆汽车即将下线的情景。在冲压车间里，钢铁巨人们正在给解放。车头上鲜明2个字“解放”，这是当年最感人肺腑的热词，人们口口相传，亲切地称之为“大解放”。当中国人的手脚彻底摆脱束缚，新中国建设才踏上自己的风火轮。第一批车下线的前一天晚上，长春一汽的宿舍区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大宝画了一个汽车送给他的爷爷，这是有名的汽车工人之家。驾驶了近30年外国汽车的老司机马国凡也非常兴奋。12辆车，马国凡开第一辆，我开最后一辆。对这条路还有印象吗？哎呀，太有印象了，不是一般的有印象。当时你下线的时候，那批车搁这儿走，人是不是两侧都是人呢？那人山人海，像人墙似的，走2步都走不动了，那人就急了，车没法走了。啊。那脚踏板上都坐着人，中国人，我坐中国汽车，那洞天挺高，要玩八六十岁的老司机笑脸扬啊，拉起了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开汽车呀，还能那个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第一批将要开上国产车的12位驾驶员，个个都是开了多年外国车的老司机。60多年前，老司机可是受人尊敬的称呼。那时的解放 CA10 汽车，许多功能都要手动控制，是一项真正的技术活，能开走解放车才算是真正的老司机。一首《老司机》唱出了第一代汽车人的青春、梦想、热血与奋斗。这个足以让所有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陈祖涛作为一汽建设的开创者之一，却没能亲眼见证。此时的他远在德国，为汽车厂日后生产所需的材料奔波，也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除了汽车工业，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一生。我们从一汽调到二汽，啊，在路上看到了解放牌汽车，陈祖涛就去把那个车呀摸一摸，敲一敲，看一看，然后拿下了眼镜擦眼镜，擦眼镜他就是流泪，他轻易不流泪，他爱汽车，那是他的生命。当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种热爱也流淌到所有新中国建设者们的血液中。直到1986年停产，大解放整整生产了30年，见证了中国汽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2018年4月，一汽解放第七代重卡 G7 正式下线，开启了高端智能重卡新时代。建设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汽车工厂，几代解放人的脚步越走越远。小时候，无论你是到电影院去，还是在操场上的露天电影院上看电影，在演正片之前，一定会加演一段新闻简报。在新闻简报里，你可以看到大炼钢铁的火热，你还可以看到小麦丰收的喜悦，反正它就是涵盖了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点像今天的新闻联播，家喻户晓。1952年的时候呢，有一期新闻简报的内容让很多人看了之后热血沸腾，当时的人们惊呼，中国姑娘要飞上天了。1952年38国际妇女节，在这个兴奋的日子里，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人员在祖国的首都隆重地举行了起飞典礼，这是新中国妇女在共产党领导下新的光辉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14名女飞行员，她们是经过优中选优、严格考核才脱颖而出的。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8岁，他们单薄的双肩却承载着中国妇女梦想的翅膀。妇女能顶半边天，哪里是一句口号，分明就是他们将要面对的日常工作。那这是就是我啊，这就是我、哦、啊，变掉了，基本上像，哎，像不像？像吗？看不出来。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跟决心。在位于嘉兴乌镇的一家医养中心里，我们见到了87岁的阮和珍老人和他的老伴儿陆琪。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两位昔日的飞行员对外面的世界依然充满向往。听说30公里以外有一位退伍老兵收藏了很多架老飞机，或许在那里还会捡起一些他们的青春记忆。老兵张福祥是军事迷，他的收藏就是从一架飞机开始的，此后大炮、坦克、军车一发不可收拾。好，哎，这里面原来是我的工厂，收藏了一些我们国家早期的这些退役的一些装备，做国防教育。毕竟很久没摸了吧？哎，就像自己的小孩似的，对吧？热泪盈眶，对吧？敬礼。在航校，阮和珍有一个外号叫
阮大头，因为他记忆力惊人，成绩优秀，加上身体素质好，教员组决定让他第一个做体验飞行。教员就带飞，给我带上去了。我当时还挺高兴，飞上去以后一看，哎呦，这底下就像小蚂蚁似的那人，那个可能刚开始高兴的时候呢，那个空中那个气流给我搞吐了。哦。完了，老师就赶快把飞机给开回来了。落地以后呢，我不是那个脸色也不好，就是爬走出那个机舱下来了。我们其他女飞行员呢一看。有的心里就感到不太好，为什么他们就感到我这没出息，刚上飞机就吐了下来。那段日子，倔强的阮和珍把汽油瓶放在枕头旁，梦里都飘着刺鼻的汽油味。没过多久，他就克服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障碍，不但没落下飞行进度，反而成为飞得最好的学员之一，第一个获得放单飞的机会。整个机舱全部都停了，就是阮和正要放单飞，机舱很大嘛，我们站一块地，他们站一个，就整个都停掉了。停掉以后，就看我一个人飞嘛，都在很紧张，人家队也很紧张。我倒还马马虎虎，一个人上去飞啊，那下来会不会摔啊？我就按照那教员要求的，完了又转一大圈，那完了以后就下来落地，落地以后就滑过来了，飞机滑过来，滑过来下了飞机，给教员敬礼报告，飞行完毕。嗯，教员给我握手，他说校长看了很满意。八个多月的魔鬼训练结束。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全部完成单飞，迎来隆重的授阅试飞典礼。这是一次女性的盛会，沸腾的现场还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批女摄影师的身影。她们用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女飞行员们飞上天空、飞过天安门的历史时刻。这是女飞行员们的骄傲，也是新中国女性共同的骄傲。让我们高呼吧，光荣的人民空军女战士，你们是新中国妇女的榜样，你们给新中国妇女带来了荣誉和骄傲。在几十年的影像记忆中，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女性的身影无处不在。她们放开双脚，从传统的家庭束缚中走出来，为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填入了绚丽斑斓的色彩。妇女解放，这又是一种解放，而且是几千年以来一次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是劳动力的释放，更是广大妇女发自内心的觉醒。她们既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也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女平等了，她们分享着共同的阳光，也同样咀嚼着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1980年，第五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信中，笔者吐露了自己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击中了亿万青年的心。关于这个事情，曾经听我的父母提起过。短短数月时间，竟然收到了6万多封读者来信，掀起了一场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观大讨论。这个事件也被称之为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在青年人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一部纪录电影《莫让年华付水流》给出了一个理性的答案。年轻的朋友，我现在真是羡慕你们，甚至有几分嫉妒。人的一生最珍贵的是青年时代。好啊，年轻的朋友，让知识的甘露滋润曾经荒芜的心田，对你们是充满着热切的希望。我记得当年呢、我在上海拍那个莫让年华付水流的时候，我们的镜头是对准了上海那些无比渴望挽回青春岁月的人们，拍他们这些人怎么样这个在这个迷失和那种清醒状态一种矛盾。我觉得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因为这里面有些人物是很有代表性的，像一个叫邵丹，出身不好啊，受到歧视，但他特别喜欢弹钢琴，他的梦想就能够搞音乐。24岁的邵丹也经历着人生的坎坷，多么熟悉的地方啊！这是只有5岁的邵丹。我是73年中学毕业的，就留在上海工作，当时就是分到当营业员。那么这个营业员呢，当时的工作是时间很长，10个小时，所以你要10个小时以外你才可以稍微练练琴。当时就想，哎呀，我那么喜欢音乐，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继续去学，至少是学，哪怕我以后不搞，但是我也希望是学一学的，然后连学的权利都剥夺了。报考了20多次文艺团体的邵丹，终于在1978年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埋藏心中多年的音乐梦想成为现实。梦想要有的，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在强调共性的年代，具有探索精神的纪录片导演陈光中却大胆向个体靠近，特立独行地选取了10位普通的上海青年为拍摄对象，这在当时有些另类，并不被主流所接受。我的初衷就是小人物大命运，长期以来我们纪录片荧幕的中心呢、都是英雄，都是劳动模范，都是那种知名人士，啊，小青年是没有地位的。我觉得，在这一个特定时代，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用小青年，啊，进入我们纪录片的大荧幕，在我们国家来说，从来没有过的。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斯曾批评中国的纪录片中人物光张嘴不说话。录音师杜守印一直想打破惯例，让同期声进入画面。阿莱这个机器啊，一响啊就跟电锯似的，噪音非常大，没法录音，用大棉被或者又给它盖起来，把那个摄影机的声音给它挡住，给它盖住，所以想方设法呢把这个片子里的，所以说每个主人公既有他的画面又有他的声音，这样就给人一种真实感，有说服力。我体会到我们年轻人做出一点成绩是很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困难，冲破很多阻力，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充满信心，我们要有理想，我们不能虚度年华。通过对青年群体不露声色的观察，敏锐的陈光中从蛛丝马迹中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此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摇曳着人们的衣衫，不合规矩的喇叭裤，夸张叛逆的蛤蟆镜成为开放的最初尝试。摄制组希望记录下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的真实状态，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着实费了不少功夫。我们当时啊说拍点那个
黄浦江边上，晚上也是大家看江、看江面啊，欣赏啊，和散步啊，谈恋爱、谈情说爱的，密密麻麻的都是人。结果啪一开灯，机器刚一摁，哗一下，这人全散开了，以为公安局来抓人了。我们要拍一个跳舞的镜头，结果呢，那天我们都去了，把那个灯光也架好了，这个摄影机也排好了，然后音乐一响，这学生啊都不跳。这时候我就急了，我就上那主席台，我就说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你们连跳个舞都没有这个勇气，你们怎么样走向社会，怎么向科学进军呢？是不是？我说你们今天来的经过党委研究了，可以跳舞。他们都穿着非常漂亮的衣裳，外面套一个蓝布衫。我说把你那外边的衣服全脱掉，然后响音乐，跳舞的跳，不愿意不敢跳的你们出去。这样音乐响，这学生们才跳起来。你说当时的学生的压力有多大？1981年，纪录电影《莫让年华覆水流》上映，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心潮澎湃，犹如梦想在召唤。一些年轻个体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潘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大家同样的环境，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有让这个年华覆水流，而且成就了他们的梦想吧。那这样子对于这些新一代的大学生，是有很多启发的，啊，也点燃了梦想。我个人的梦想，除了觉得年华不能覆水流之外，还有就是对于电影激起了很大的一个热情。第二年，潘兴怀揣着对电影梦的追求，进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来新影厂呢，我就跟同房间的人说，我说我想见陈光忠，哪一个是？他说很容易，你看那个穿花衬衫的就是。因为当时全场呢，老同志和不认识老同志，青年同志也一样，全是白衬衫啊，蓝裤子，大概就是这样的装束啊。花衬衫是很容易找的，有一次在厂门口看到一个花衬衫的，我说您是陈光忠吧？啊，他说我是啊。我们就聊上天了，一见面就成好朋友了。爱穿花衬衫的陈光忠，以自己对纪录美学的思考与实践，影响了几代纪录片导演。如今89岁的他依然对社会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实现了他在电影《莫让年华覆水流》中的承诺。莫悲哀，莫停留，要思考，要奋斗，莫让年华覆水流。这里边啊，不光保存着那个完成的底片，而且啊，也保存了大量的影片素材。这些素材都没有跟观众见过面吗？也不是，影视资料需要不断的去挖掘，比如在2013年，我就在这些，素材影片中找到了一段非常珍贵的55年彩色兽形的影片资料。从这宝贵的60尺彩色胶片开始，导演夏萌开启了纪录片《筑梦路上》的创作。在长达1年半的拍摄时间里，筑梦路上摄制组沿国境线走了一圈，记录下许多筑梦路上平凡而伟大的瞬间。我们在4000多米的高山拍这些少数民族，政府给他们在3000米左右的地方盖了新房，让他们从山上搬到山下。到了新的定居点以后，他们去看了一下那种欢欣，那种载歌载舞。党支部有一个红色的党徽是在墙上，是这个等于是坐上去的一个浮雕。有一个藏族同胞自己拿了一块布，把这个擦得干干净净，没人教他这么做，
所以我想呢，这个有时候老百姓通过扶贫攻坚有一种真实的获得感。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中，镜头中那些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真实感人的故事，让导演夏萌一次次坚定着自己的初心。比如我们在拍摄这个戍边卫国的这些烈士，包括为烈士守灵的这样一些有退役的老兵，有维吾尔族老人，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像这个维吾尔族老人很快他就离世了，那么这个影像就成了他最后的影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在今天留下来的很多画面，将来它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位智利的纪录片导演曾经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是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而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像是一个人没有了记忆。当我们一次次在影像中回溯新中国的历程，镜头中那一张张最质朴的脸最让我感动。他们有的曾经辉煌，有的始终平凡。在大历史环境下，个人总是渺小的存在，但是每一个小人物为了梦想而奋斗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强大到最终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